谢和弦、阿寇新专辑《像水一样》已正式发行，全新主打《幸福不上锁》则邀请当红 YouTuber 那对夫妻的爸爸 Kim 林今夜跨刀合唱。 MV 中那对夫妻一家三口全员到齐，意气相挺，让阿寇表示很感谢。歌曲《幸福不上锁》与 YouTuber 那对夫妻当中的 Kim 林今夜合唱合作歌曲一推出即引起热议。这次合作其实是两人一年前的约定，两人因为在工作场合碰头，当时阿寇表示未来可以一起合作， Kim 一直以为只是初次见面的客套话，没想到事隔一年竟然真的接到阿寇的邀请。这次拍摄，阿寇表示希望让合作对象有更多的发挥空间，因此导演设定让 Kim 担任 MV 中的男主角，而阿寇则主动表示我演路人就好了，更笑说自己继备胎 ASU 等 MV 后已是最强路人甲，一席话逗翻众人。拍摄当天，那对夫妻一家三口全员到齐，在场的每个人都被妮妮可爱的童言童语融化，就连阿寇也成了邻家大哥哥，跟妮妮说话时不自觉都轻声细语了起来，让一旁同事笑说完全可以想象未来阿寇当爸爸臣服在小孩之下的模样。